这也大了，看看这一盆有多大，假如也是土豆盆，看着就很紧张。涮毛肚，到东北了，到东北了，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。这里是洛阳，去吃个大盘鸡。烤鸡可以拌面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啊，海蛎，海蛎，海蛎，洛阳特色。啊，一样一个，鸡翅拼鸡腿三斤，再要一个爆炒鸡胗，然后要加麻加辣，豆皮，牛肚。要炖半个小时，这鸡胗好辣一点。再来点，哇，太大了！洛阳的第一顿大盘鸡啊，看看这一盘有多大，鸡腿拼的鸡翅，加了一份土豆粉，这满满的一大盘老过瘾了。咱先吃一会儿，回来再加面、烤饼，里边加的小葱、涮毛肚、涮豆皮，还炒了一份鸡杂。这个大盘鸡啊，看着也太爽了，全是这种大块的鸡翅、鸡腿肉、土豆，它的土豆都是提前炸过的，特别香。哇，这土豆粉太好吃了，和鸡一块炖出来的，又黏糊又入味。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，这个拌上面条以后得多香，全是好肉。烤饼，它上面还撒了一层汤，哇，蘸了鸡汤。在洛阳的标配海蛎。块吃肉，涮牛肚，单要了一份炒鸡杂，这一盘全都是。哇，这里边的土豆粉真是太好吃了，豆皮儿。这一大盘两个人根本吃不完，大盘鸡拌面，哇，漂亮，看着更食欲了。这个面应该是烩面的面，看着就很紧张。哇，太好吃了。这面真的特别特别紧张，刚到洛阳的第一顿吃的太满足了，总共180，我们两个人没有吃完，已经准备打包了。洛阳的朋友把洛阳的好吃的推荐给我们。 See you tomorrow。